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哥。今天我们来看一下3D4小姐小乔和周瑜的这个样子啊。小乔比较可爱一点，但周瑜这个脸感觉有点像大蛇王啊，有点怪怪的啊。和小乔根本不搭，不是那么般配，而且那种感觉有点歪，像是反面人物一样，反面人物。啊，接着我们来看这个四换技能啊。小乔在这个里面是穿的黑丝，其实在出场画面里面其实是那种没有，是粉红色的，对吧？我们来看这个四换二技能的慢动作啊，有那个有点秀美腿的感觉啊，秀小腿啊。哎，这时候我四换了一个大刀之后，我发现我的小乔不见了啊。像这个 bug 的好像就是只有在这个 3D 视角下才能出现啊，就是反正是四换大刀它要跳一下嘛，跳一下之后然后视角可能没有切换回来，然后就变成了这种隐身效果。这个隐身还是挺好玩的。如果大家想你知道如何设置这个 3D 视角，大家可以关注公众号或者头条号，我伟哥解说回复 3D 啊，回复 3D 就可以了。可以关注公众号啊，微信公众号也可以啊，就知道如何设置这个视角。大家也可以去那个这个视角下面玩一下这个小乔，然后隐身的小乔啊，挺好玩。好，那我们本期到这，谢谢大家，我们下期再见。